就进攻上现在的天津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你防守啊，可能是他来出手了，直接吊篮下拉布里查，哎呦这个球啊，拉布里查第一次没有那一刻赵元浩找到了拉涛，不过在这个位置没有直接选择再去投的话被追上，当然这个球赵元浩掉的也稍稍靠后一点点。天野上，爱德华斯的三分球中，哦，这次连续虚晃，漂移投篮，两分命中，来再次让石德帅出手。当然也是因为广厦目前外线的投射能力不是太强，整个外线你篮不准。却刀把球给刀走，哎呦！大囧了，哈哈！上午大囧，哦！拍掉了董大林啊 ！Sorry， 跟他说声对不起。对，就是天津队一定要想办法多给广厦制造一些有压力的防守。赛季的历练啊，从刚开始的这个在场上的运动能比赛能力，休息的又拿着球，免扣啊这一下，啊钻进来，啊这个给到东山没有，还没有意识到球会过来，哇马赛旋转。自己进来，哇，这个腰腹能力啊！哎哎哎
一传光根本就球没打进，还是埃努巴基的点掉投篮，行了，这都是想着把握住。这两块人打野球的是没蹦球，但是前面被爆，就是看到如果纯青的这个的话，那这个我们就厉害了。想要黄起来，这边内传内，空网掉了。